4日，第47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在 AMC 影院拉开帷幕。作为历史最长久的三大电影节之一，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是专门为独立电影举办的一场盛宴，也是影视界未来之星诞生的摇篮。不少已经站在事业巅峰的国际著名导演，如李安和斯皮尔伯格等，也是在这里拿到他们第一个奖项的。本次电影节共收到4500多部来自30多个国家的电影作品，经过严格筛选，有500多部入围，51部长片和118部短片得以在为期10天的电影节上向公众展播。其中，在意大利喜剧《白日梦》影片扮演男主角之一的华人演员张修忠，以他的本色演出为现场观众带来诸多欢笑。影片放映结束后，张修忠接受了汉娜电视台独家专访。汉娜电视记者吴梦报道，后续精彩请继续关注。